那上面前面讲到了，就是说关于道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悟者自得，那怎么我才知道我得了呢？是这样子，大道啊，这个道包罗万象，在中国人这个传统的这个自然观、宇宙观、天人合一观里当中，这个大道是不可明说的，这是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，或者叫非恒道，还有很多版本啊，我们先不管，但是呢它一定是能被某种话语所描述出来，只是它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它在被描述的时候就在特定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真理。就比如说当短出现的时候长就出现了，这就是大，这个道在长短这个概念当中是不是被描述了，否则道是没有办法描述的，就相当于我们要用另外一种，所以叫阴阳。当道这个你刚刚说的就是所有的描述啊都是阴阳，道是一个混沌体，当它被描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是道的时候另一个道也出来了，你在距离上长被描述出来的时候短就出来了，动被描述出来的时候静就出来了，正面被描绘出来的时候反面就出来了，就是阴阳，你不描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，有的人从里边悟出了质量的大小，有的大有的小，有的长有的短，有的宽有的扁，这些都是因为你在描述的过程中，你描述一样另一样其实本身也就被描述出来，你定义一样东西的时候另一样也被定义出来，它是可以被描述的，它是很多人就是你讲中国里面还有本经书叫易经，也是算道家的学说里面，很多人从易经里悟出了很多东西，有的人悟出了治国的策略，有的人悟出了算命的办法，六爻对吧，占卜，那很好玩，就是中国有一个军事学家他是读易经的，他一生的兵法就在易经里悟出来的，那易经他描述了那些吗？他没有，但他自己每个读易经的人他有自己的感悟，他有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他把这里的哲理形成了一个具象化的知识提取出来了。所以道其实它不是一种，也不是落到最后一个点上面，当然其实它可能途径有很多种，可能途就展现出来的结果也是多样化，中国人认为说万事万物都有关联，所以你看为什么佛学能够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，因为它讲因缘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关联的，不是独立存在的。这一点其实在西方的科学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身上也有得到表现。因为你去看爱因斯坦最后的采访，说有一个采访说，如果你死了以后，你最遗憾的是什么？爱因斯坦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他解题目、研究宇宙物理、研究相对论，都不是。爱因斯坦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拉小提琴。所以他有一个拉小提琴的照片，他告诉他就是我再也听不到那些古典音乐了，新音乐中常含着韵律，其实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出来，简谱是有七个音阶哆瑞咪发嗦拉西，中国人是宫商角羽针只有五个，中国人也有七个，孔子在这个乐经里面告诉你，因为那两个奏不出恢宏大气的音乐，所以因为以前是祭祀嘛，那两个音符去掉，我们只用那五个，不代表没有七个，是有七个的，只不过孔子把那两个去掉了，把那两个半音去掉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那两个音去掉，宫商角羽针，他认为那五个音符已经可以表达最恢宏的音乐够了，